花莲最有名叫太鲁阁国家公园，这一段呢从天祥一直到那个一个叫做长桥古道的地段，然后后面那个叫石灰桥，我们看到你右后方那个慈母桥，就是蒋经国纪念他妈妈毛夫人的部分，来拍一下，有点像西藏的那个雅鲁藏风景。好了，通车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还好还好，大家等一下有顺序就可以了。哇，你看到这边的峡谷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又跟刚刚的风景不一样吧？啊，所以这很就形容自然。